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3月18号，今天我们特别为 Single and Couple Song 的事工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 Single and Couple Song 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让这个颂里面所有小组的组员都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如何转化他们的生命。求你使用每一次小组的聚会来提醒弟兄姐妹，把目光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